饭，来个鲍鱼。哇，又做这么大大长腿啊！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呀妈呀，这小两口也太豪横了吧！又做这一锅海鲜啊，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几块钱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来200块钱的。200块钱的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还能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呀？咱们家这一张都用不完，等下还要找你零呢。来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哥介绍这个，太香了啊！好吃好吃。小大哥，这个啊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三包的鱿鱼脖，一张400克，2包深海章鱼须，再来上2包无壳乌泥沙的花甲肉，2袋酱的称王肉，一箱一共12包。老婆等一下，今天给咱点红叶哥姐，咱再送2只黄金凹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大箱子，一共14包海鲜，只需要2.9，还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